来看全国唯一一档春晚喜剧竞演节目《鸿星尔克组团上春晚》第五季。让我们一起喊起我们的口号：百姓筑梦，笑傲春晚，亮亮亮！接下来，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组团上春晚第五季的三大金牌评审导师，欢迎他们。少林好汉队董焕宁导师，欢乐巨人队潘长江导师，喜气洋洋队于洋导师，欢迎三位。怎么样，昨天我们的节目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？看了上一期的表演，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演员在台上表演非常精湛，节目样式丰富多彩，让观众掌声不断，笑声不断。那么这一期我是希望组团上春晚越来越好看。我今天就是特别期待他们能演的把我逗乐了，把你们逗乐了，那自然我肯定给他们亮。感谢台上给我们带来欢乐的这些组团，来到我们这个组团上春晚的各位演员，希望你们今天再接再厉，拿出好的成绩，好的状态，把更多的欢乐送给大家。好，那这样哈，三位老师，咱们不如给他们加加油。那我是欢乐巨人队，是我的口号是欢乐巨人第一名，这个结果我看行。各路团队来竞演，翰林祝您上春晚。耶、yeah. 都拿自己的战队名字说，那我的战队叫喜气洋洋。喜气洋洋一出手，春晚带你走一走。好、啊、不对，哎不对，我第一名啊，我是第一名。我走，不是，我们上春晚，我第一名。哎，我们上春晚，我要上春晚走一走。我要第一名，我要走一走上。不是，这事一定不是你别，你不用急我，你急我我也第一名。本节目由大国品牌鸿星尔克独家冠名播出，鸿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， 鸿星尔克祝您鸿星高照，运气旺，红红火火过大年。本节目指定用水，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赞助。组团上春晚入围赛赛制规则：三位喜剧导师每亮一灯代表50分，十家媒体评审每次举牌代表10分，40位特约评审每个笑脸代表5分。如果三位导师和十家媒体评审全票通过，即为爆灯，团队直接晋级并获得反选导师的权利，其他团队按得分高低最终确定入围名单。鸿星尔克组团上春晚第五季第二场竞演正式开始。人去哪了呀，爸呀！嗨，干啥呢？你们这呀，邻里邻居的，你们这干啥？你这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爸丢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爸他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了，到老了，现在谁都不认识了。哎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现在啊，天天除了借钱就是借钱，逮谁跟谁叫老同学呀，老同学。哎呀，都来了。想死你们了，老同学呀！老同学，真的，哎呦，老同学，老同学，哎，老同学，挺好的呗，挺好的，老好了。哎呀，我今天来呀，没别的事儿，借钱，对不？对对对，行啊，真的呀，真的。但是啊，钱在家呢，你这样，你跟我回家取行吗？跟我回家，行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你要肯借我钱，别说跟你回家、啊、就出家我都干。哎呀，这可算给他骗回家。那个媳妇儿啊、哎、快来呀、哎、媳妇儿，老同学来咱家了、哎、要跟咱家借1万块钱啊。没问题，这不早都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这是1万块钱，您先拿着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借着这钱了。那就放心了是吧？这回呀、啊我就放心了啊，放心了，哎、好啊，放心好、哎，这个放心啊，哎
老同学，爸，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说爸今天怎么进屋就拿钱呢？要是按照平常的剧情，爸应该先问一堆问题啊。不知道，爸从早上到现在是走一路问一路，现在是累蒙圈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把钱先给我，我得给儿子交学费去了。对对对。嗯，一天跟他斗智斗勇的。行，那让爸好好睡一觉，我就先走了啊。那慢点啊。哎，路上小心啊。哎，爸呀，你说你一天都是为了啥呀？儿子看你都觉着累，现在好了，没人打扰你了，好好睡一觉啊。哎、谁呀？送水呢？哎呀，小点声行不行啊？送水呢？你快闭嘴吧！你进来。不是，你家咋不让大声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爸睡觉呢。啊，来，这你订的水票，100块钱。嗯。哎，我这有钱。哎，走吧啊。哎呀，阿姨，看着没？不到一上午，算你家正好10000。哎呀，行行，那个、厉害啊！以后定水找我啊，好使啊！行，再见，老同学。你站住！你现在走不了了。不是，咋的呢？我爸醒了。你爸醒了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那不你嗷了一嗓子给喊醒的吗？那我再给你哄睡着。你快拉倒吧，你咋哄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哄老人睡觉那跟哄小孩一样，我有经验啊。有经验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。精神。哎，他们精神了吗？不光他精神，我都上头了。这么的，兄弟，你帮我个忙行不行？你帮我陪我爸演个戏。兄弟，我是送水的。你帮我演好了，我下个月还订你家水。整不了。2月。没学过。3个月。咋演呢？老同学，借钱，对吧？那钱在我媳妇那，你跟她说。你过来。你过来。咋的了？啥咋的了？我演戏行，我演你媳妇是啥角色呀？霸王别姬呀、啊？演不了啊！兄弟，你才3个月呢，演不了。5个月。你老拿这些赤裸裸的东西诱惑我有用吗？老公。老同学。老同学呀、啊，挺好的、啊哎，挺好是挺好，我是女的，别上手啊！啊，我记得你媳妇是长头发呀！啊，原来是长头发，后来天热我就给剪了。以前挺好看的呀，啊，你等会儿啊，你爸啥意思啊？我说你长得磕碜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送水界的吴彦祖。哎呀，着凉了。你爸彻底走我底线上了，演不了。别别别，兄弟，你看5个月呢，演不了。7个月。是。最近吧，没好好长，长大意了，变异了呢。那啥，那个，老同学呀，我今天来呢，没别的事儿，借钱，借10000块钱。哦，借钱呢？嗯，没关系，你等会儿啊。来，他儿子，钱拿来吧。啊，你们管他叫道具，道具钱给我。那个。这么的，兄弟啊，你克服克服，道具自备。啊，那我明白了，整不了。哎，别别别别，兄弟，你帮个忙呗。帮啥呀？啊，
我来你家演戏，我还得搭10000块钱，我啥呀？带资演员呐？你听我给你解释行吗？钱刚才让我媳妇拿去给孩子交学费了。这么的，你把钱借我，我爸他只要一拿到钱，他肯定睡着，他不能真要，行吗？哎，实在不行，我订你家一年水，完我给你打个欠条。不是，他不是欠条不欠条的事儿，你那一年水你得订啊。我肯定订，我媳妇一回来就订，马上订是不？马上订。你爸拿着钱马上睡觉，肯定睡，信你一回。是啊，你。哎呀，老同学，老同学，哎，来把这放这儿啊！哎呀，我这有10000块钱，你拿着。谢谢啊！哎哎，他不睡了呢？不是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老姐，老姐，老同学，不是你干啥啊？老同学呀、啊，你爸挺有劲。不是那个老同学呀、啊。你不是应该拿着钱就睡觉吗？我刚睡醒，睡啥呀？不对呀、啊，剧情安排的，你得睡。我不困。你困了？我不困。你困了？你困了？我困了。你睡吧。好嘞。哎，老同学，那个，你大老远来的，不得搁家吃点饭啊？对对对。罗同学，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回，是不是？吃点饭，吃点饭啊，得吃。哎呀，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不吃不行了，啊，这样啊，我在这个家已经忙活半天了啊，我都忙饿了、啊。这个角色赋予我有这个权利在这吃点饭了，啊，都不是外人啊，我就点了，来，来个油焖大虾，行，糖醋鲤鱼，行，辣子鸡丁，我不吃辣的，换锅包肉，好吃。坐去吧。哎呀，你点的你坐呗，我不会坐呀，我不会吃的。哎哎哎，不会坐没关系啊，咱可以点外卖啊，下单。我没钱，我也没钱呐，我这钱不能动。哎呦，有，我点，我点啊，我点。那个油焖大虾，嗯，糖醋鲤鱼，辣子鸡丁，我不吃辣的，我吃锅包肉。您的外卖已接单。哎呀，那个老同学呀，菜呢我已经点完了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先把钱给我呗。这钱不是你借给我的吗？我过两天再借你呗。我过两天就还你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是谁，你还谁呀？我咋不知道？你是我老同学吗？我啥老同学？我送水的。哎，送水的大爷，你看，你是送水的。哎呀，大爷，你终于认出我来了。赶紧送水去吧。好。对呀，大爷。那10000块钱还没给我呢，这10000块钱是我老同学借给我的，凭啥给你呀？跟你啥关系呀？呀，这10000块钱彻底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看出来了啊，我在你家演的这出戏叫《鸿门宴》呢。来，你过来，老同学，你先坐啊，先坐，先坐。不是兄弟啊，真对不住了，我不知道有这么个情况。不是兄弟啊，你看啊，我进来你让我演戏我演了，你让我拿钱我拿了，咋的？现在这钱蒸发了？兄弟啊，那都是大哥一桶水一桶水扛的辛苦钱啊，你把钱给大哥吧，行不？行，我帮你要。你不要？我帮你要。不要。那个老同学呀、啊，你先把钱还给人家行不？这是我老同学借给我的。是老同学借你的，你先把钱还给人家，过后我再给你拿。不听话。不听话。不听话。爸，爸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到底是为了啥借这10000块钱呢？能给你落下这么大个心结。爸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累了。你这样，
你把钱还给人家，行吗？爸，你把钱还给人家行不行啊？爸，吵什么呢？爸怎么了？老同学，哎，老同学，你先坐啊，我问你话呢。没事儿，我就是跟爸聊会儿天儿。你谁呀？我是下巴子村村主任，今天我是特意来拜访郭老爷子的。我们村呢是一个偏远山区，孩子们上下学呢要经过一个15米宽的一条大河才能过去。这一到下雨的时候，河水就往上涨，孩子们上下学是个最大的问题。我们的郭老先生到处去筹钱，要给孩子们要修一座桥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郭老先生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。今天我终于找到了郭老爷子。郭先生，我代表我们村的孩子们和父老乡亲们谢谢您了。对，老同学，钱我接到了。郭先生，您不用借钱了，这桥已经修好了。我这钱还没邮过去呢。5年前，政府就已经把桥给修好了。真的呀？真的，我现在就带您看看桥去。好，走。没想到我今天参演的这部戏是这么的感人呐、啊！郭老，我那10000块钱不要了，哪有需要钱的地方，我也捐。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有请紫气东来组合，欢迎，来欢迎紫气东来，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我叫李龙，我叫。徐阳，谢谢大家。各位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郭胖。我叫郭东来，这是我爸。你好，我是郭东尼。欢迎紫气东来组合哈、啊！三位评审老师看过刚刚的作品，想做怎样的点评呢？感谢郭王哥能。这个百忙当中啊，带着孩子这一家人组团来到辽宁卫视的组团上春晚上啊，掌声可以再次响起，送给他们这一家。也真是羡慕您哈、啊，这个儿子长得比您高，啊，儿子长得比您帅，这心里有数吧？这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别告诉我随你这天。随他妈，这一点我也信，就跟那个我潘阳姐不随我潘大爷是一样的。要说的就是我们郭旺老师，您的这个还是有功底的。你看，虽然台词不多，但是搭的时候恰到好处。一不抢了孩子们的戏份，二呢自己给孩子们兜这个量这个活呀，是量的棒棒的。谢谢你们，首先我先亮灯了啊，恭喜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有请潘老师。郭旺不用说了，因为他的表演功力那是无话可说，没有任何挑剔。整体小品，无论是演员表演，还有小品整个的一个结构，我还是蛮喜欢的。首先祝贺，我给你亮。谢谢老师。我特别想说的是，东来这个年轻人在台上可以吃得住戏，这个非常难得。我们演的就是人物。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本身体验不够，或者说拿捏的不准确，你就表现出很多让人看到不舒服的地方。你恰恰做得非常好，这个节目不错。首先传导的是一种大爱、正能量，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，不仅仅是让我们笑，同时让我们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感受和体验。世界需要这种爱，需要这种大爱。好，给你们亮灯。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秘密啊，我想透露个秘密。你说。这个大家不知道，郭二唱得特别好。给他展示一下好不好？
咱们也欣赏一下。来，郭老师，就是好听不好听，听我头一声。好，好听不好听，听我头一声。好。张廷秀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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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现场的十位媒体评审刚刚看过他们的作品，又看过了才艺展示，觉得他们的作品值不值得你们举牌？如果你们全部举牌的话，他们将会直接爆灯，获得反选导师的权利，所以决定权在你们的手中了。到底你们的选择是怎样的呢？请举牌，有九家媒体评审为你们亮起了牌，恭喜你们！接下来现场的四十位我们的特约评审团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组合，请为他们举起笑脸。第一排，三二一，请举牌。第二排，请举牌。第三排，请举牌。第四排，请举牌。紫气东来，最后的总成绩是430分，恭喜你们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期待你们有更好的作品带给我们。本节目由大国品牌鸿星尔克独家冠名播出，鸿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。 本节目指定用水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赞助。下一个要出场的竞演团队是一个重量级的团队，因为他们的名字叫做坛子组合，到底有多重量呢？一起来欣赏竞演开始。小韩呐，一会儿我是什么工作安排啊？是向林氏集团的两位公子林氏红、林氏喜宣读遗嘱。那小韩呐，你就把咱办公室那些带尖儿的、带刃的都收拾起来。他们关系不好吗？哎呦，可太好了！一会儿啊，你准备接一下他俩，我呀把老爷子让我保管的东西给他俩拿出来。好的。哎。少爷，啊，董事长都已经去世10年了，你不能老穿这白花花的衣服到处溜达，这多吓人呐！不是，这衣服吧，他穿着得劲儿。行行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啊！你这一天天的。你好，这位小弟。啊？啊，我是说，您是林氏集团的小弟林氏喜吧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辈子。我最烦别人管我叫小弟，什么玩意儿小弟小弟的，以后管我叫大弟，听见没有？行，那您稍等一会儿，您还有一位家属没到。家属？弟弟，哥哥，弟弟，我想死你了，哼，我也想你，嗯。但我得活着，弟弟，我们俩好久不见，又有外人在场，能不能说话有点风度，唠唠家常，不要含沙射影？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啊？你仗着爸爸对你的爱，专横跋扈，专横跋扈，和专横跋扈。哎呀，现在爸爸去世了。我终于可以对着天空大声的呼唤林世喜败家呀，林世喜你个败家子儿！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咱俩是不是得好好掰扯掰扯、哎、这是啊，是我承认我败家，是不是？但我多说自己一个人花呀，
马上你呀、啊、带着你的前女友们一起败家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你第一个带回来的女朋友应该是考尼基娃吧。没过几个月你带回来的是萨瓦迪卡吧。再过两年你带回来的是康桑尼达吧。到最后你真厉害了，直接带回来一个汪汪汪汪汪。我没看你，你咋沟通啊？唱歌啊，跳舞啊，嘿，加拉那哟，加拉那哟，不许含沙射影。我的妈呀，我这都指着说的，知道不？说话呢？你别跟我俩，你这，谁俩？二位公子，请坐。哎呀，马上我就宣读遗嘱了，你说你们这样，我得多尴尬呀！啊，下面我可就开始了啊。遗嘱当着大家的面我可就拆开了。经统计，林老爷子的所有财产包括地产、证券、珠宝、字画文玩以及一只叫汤姆的大连活刀鱼。经权威机构公证，林子大先生他的全部财产继承权将交给林氏洪先生。耶耶，看见了，这就是我在爸爸心目当中的价值，我就是在这个家的地位。哥，爸不可能这么对。哥哥，你不能啥也不给我吧？当然不，你是我的弟弟。对，我把那条刀鱼给你，你是炸吃塔吃随你便啊！我代表你最后一个嫂子祝福你。哇！哎，林世宏先生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林老爷子还有一句话给你，赶紧告诉他，爸爸还给我留了什么？如果林世宏幸灾乐祸、为富不仁，并跳起隔壁的泰山，我的所有财产将转赠给弟弟林世喜先生。弟弟。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个，哎呀，弟弟，哎，音乐停，这里有事儿。顾律师，上一步来。哎，我爸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啊，你爸暂时没有。音乐起，弟弟，哎呀，这家你就忍心看我什么都得不到吗？哎呀。这样哥，以后你凡是有啥事哈、弟弟给你兜死。真的假的？你个大傻子，来吧。哎呀，顾律师，哎，看见了吗？看跳隔壁的泰山了。告诉他我爸爸怎么说的。那你爸是这么说的啊？林世喜就那个死样，即使一无所有他也照样嘚瑟，所以嘚瑟一下可以理解。 Yes， 看见了吧，爸还是疼我。原来爸爸真的不爱我。哎，老爷子还说对弟弟的财产支出必须得由哥哥签字同意。哥，哎呀，你过来，哥，这就是我在这个家的价值。可为什么说弟弟成家以后拥有一票否决权，无需签字？弟弟，哎，这一天，那弟弟的结婚对象必须得由哥哥介绍，是啥意思？哥，哎，这咋又写着，如果哥哥不给介绍，弟弟可以选择哥哥的任何一任前妻啊，给介绍。弟弟，吓死我了。然后弟弟成家之后呢，必须满足哥哥一个愿望。再然后哥哥得满足弟弟的三个愿望。弟弟。再后来是你九个，你27个，弟弟你81个，你248个，你2781个。停。我们就是想问哈，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能得到遗产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啊，哎呀呀呀，一下一下，全是愿望。这快！哎，最后一句话，老爷子说了啊，让你们为了帮对方实现愿望。穷尽自己的一生，最后双双寿终正寝的时候，由你们的下一代平分
我的财产。爸爸，没有简单点的吗？太难了。啊，确实有点难，所以老爷子好像还留了 B 方案。你快说 B 方案。你呀，啥 B 方案？这呢？这 B 方案有点简单了。你念吧，念吧，念吧。B 方案是这么说的啊：你们必须在10秒钟之内，深情对视，拥抱对方，亲吻对方的脸颊，并公布在知名网络平台上，这样你们就能平分他的所有遗产。否则将把所有遗产捐赠给慈善组织。哎呀，真没了啊。那个胖子，你听着没，那么大笔财产我亲你一口就行。我亲你，你别跑。还有你要这么唠嗑的话，你要是亲我，你我也亲你。好 action。 还有个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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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哪儿签字？在哪儿签字？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感谢感谢。不行，下不去嘴了。哎，对啊，给那这个东西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么大笔遗产都不能要了，这个就更不能要了。一会儿啊，你拿到后院烧了。你就啥玩意儿你就烧了啊？不是。这万一吃点钱呢，是不是骂咋的也是肉啊？其实也没啥，这就一张照片嘛。啊，一会儿啊，你把它拿。不是，哎，你管这叫啥？照片。啊，你刚才说把那照片你放哪的？根据遗嘱烧了吗？你烧的。要烧。我烧。要烧。不行啊，他既然有人呢。哎呀，走。兄弟。兄弟把那照片给哥啊，哥爱你啊，哇，兄弟这照片我一直以为丢了呢，我真是找了挺多年，我其实不是想跟你争啥，我哥这照片就放我这吧，我青云大街那边还有块地给你啊。兄弟，我把那地盖上楼还你，照片给我，那我买完了再还你，省你卖了好不好？不是兄弟，你就是想看我倾家荡产呗，是吧？没关系啊，我这还有俩想这个，我都给你，谁倾家荡产走你没问题，啥我也不要。你看鞋新买的，兄弟，我也不是鞋没有新买的。兄弟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不是兄弟，你干什么干？你干啥呀？我裤子都不要了，这都排了。你脱裤子干啥呀？你看看那照片，那上面是咱爸咱妈和我，我就惦记以后有个孩子最起码知道爷爷奶奶长啥样啊，那照片也没，你老跟我抢啥呀你。嘿呀，我跟你说，咱妈可告诉我了，那时候我在咱妈肚子里呢，所以说这张照片的有我。林世奇，你别跟我提咱妈，你要提咱妈今天我就跟你掰扯掰扯。还掰扯啥呀，不用跟我掰扯，我心里明白，不就是咱妈难缠又命换的我吗？我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才不喜欢你。哼，你不喜欢我，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，我才越来越不喜欢我自己。可是咱爸喜欢。咱爸喜欢我，那是因为你不在。我不想跟你说这些，你把照片给我看一眼，你给我看一眼。没样儿，手印子，你手印子，你看你手印子按完之后，这照片起，这上面有玻璃，你敲这玻璃，玻璃啊。你别拿走了，哎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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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都快忘了咱妈长啥样了。嗯，你看这樱桃小嘴，哎，大家闺秀。是，干啥呀？这小嘴长你脸上了，你个败家玩意儿。长我脸上干什么去？五官也不跟着好好配合。你看咱爸，啊，我没骗你吧？年轻时候长得就像费翔一样。嗯，你说咱爸像费翔，你咋长得那么费劲呢？你长得还费饭呢，别傻了。呀哈，你说虎龙不是当时就有这小汽车吗？兄弟不好意思啊，你人生的第一辆车是二手的。别整了，不是
是，这后面这二层小楼是哪儿啊？祖宅早卖了，不好往回买呀。一个二层小楼有啥不好往回买的？不是，现在盖别的了。盖啥了？现在好像叫桃仙机场。哥，咱俩好才是最珍贵的。对，兄弟。都是我们观众非常熟悉的演员啊，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坛子里边的大坛子，我叫深深。大家好，我叫大宝。大家好，我叫顾子谦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树飞。大家好，我叫赵亮。三位评审导师觉得刚才那个作品怎么样啊？几个演员，你看有美女有帅哥，是吧？那个这搭档也非常硬实。大宝，因为咱们都熟了，对不对？他的表演什么样的，我们心里特别清楚，是吧？他是一个就比成熟演员更成熟那样、那块的，是吧？真是这样，大宝，我觉得非常牛这个作品，谢谢，所以我这个50分给你们。谢谢，谢谢大宝，谢谢潘老师。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后面的这个状态，啊，也希望你们哥俩以后，无论以后有多有钱、多有名、多火了。别忘了彼此的兄弟情谊，祝福你们，玉阳这灯送给你们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哥，谢谢杨老师。从表演的角度来说，无论是深深还是大宝还是这三位，都是完成了自己的角色，是可圈可点的，但是在编排的过程当中啊、有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啊、挑最重点的、最精彩的，反而更好。画龙点睛那一笔就更好了，这个灯一定要给。谢谢，谢谢翰林老师。好，团组合看到了哈，三位评审老师都已经为你们亮灯，那你们到底会不会爆灯呢？请亮牌，恭喜爆灯。接下来到了你们反选导师的环节了啊，怎么样？三位导师都非常欣赏你们，你们最终会选择哪一个导师呢？啊，要先商议一下吗？不，这个不用商议。其实每一次，大宝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，都是我希望我陪着我兄弟来，所以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兄弟说了算。我兄弟说啥就是。这个，在这儿我就做一个决定，就是选谁呢？我想选我。这么多年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疼我的我于洋哥，好不好？哦，恭喜于洋导师。我都想了，如果到总决赛我还没有战队的话，我就回到秘密身边主持了。喜气洋洋，风不会响。好，也恭喜坛子组合晋级成功。谢谢，谢谢。本节目由以岭药业莲花清瘟胶囊特别支持。在我们红星尔克组团上春晚第五季的舞台上，有很多新鲜的面孔，他们都是喜剧的新人，抱着对喜剧的热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当然在我们的舞台上也一样有很多老朋友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麻辣小夫妻组合。竞演开始。青春献给小酒桌，醉生梦死就是喝，剩下两句没学会，只为自己乐呵呵啊。哎呀，这玩意可不能丢了，哎呀，这是我的命啊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再喝酒你就别回来了。
妈呀，谁让你跪下了，我让你过来。诺瞅你喝的，哎，你起来。我不，我让你起来。你还没说平身呢，你再不起来我找他呢，我自己来。瞅着你一天啊，成天到晚交一些狐朋狗友，说吧，今天跟谁喝的？狐狸和狗。我问你姓甚名谁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跟人一桌喝酒啊？拼桌。一个人喝的？尽兴。喝多少啊？这啥意思？四瓶啊？四箱？到底喝多少？无终止的喝，喝就完了，尽兴。哎呀，老公啊，晕不晕呢？那你喝酒才能不晕吗？哎呀，钥匙没弄丢吧？钥匙能弄丢吗？钥匙在兜呢，这钥匙你能弄丢吗？媳妇儿替你保管啊。你看我这行、老公啊，媳妇儿陪你出去溜达溜达，醒醒酒好不好？这媳妇儿是真好，这辈子就怀孕。慢点啊、哎呦我去。看脚下啊、嫌凄凉。哎，出去吧你。上当了。媳妇儿你把门给我开开。不开。你给我开开。不开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就不开。哎，那媳妇儿，那我给你朗诵首诗啊。啊。英林鸡翅印苍苔，小扣柴扉揪不开，春色满园关不住啊，妈呀，一只红杏出墙来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啊？出墙来啊？我说我很荣幸出墙来呀、很荣幸。哎呀，大半夜喝的，媳妇离我远点，像不像话、这行不？你说你字儿呢？字也挺好。滚一边去！字儿最棒。我让你离我远点，我让你离我那么远了吗？啊！你咋这么气人？你给我过来来！哎哎！你啥时候把头发剃了？秘密给我剃的。你跟秘密过去。我跟秘密过啥呀？过不一块儿。我也亲你，你认为我能让你亲不？我认为你肯定是不能。那咋整？那咋整？结婚证呢？找结婚证干啥呀？手续不全不让亲呢。这咋整啊？说啥呢你？咋整啊？你咋那么笨呢你啊？我说那意思是，你这上来那开始就亲呢？那咋的？还得我喊预备呗？啊？熊凯，到，这多行，我看。小姑娘，都有了。目标王思梦，预备，亲。你说醉吧，嘟嘟嘟嘟嘟。等会儿，不是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唱歌呢。那可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你唱歌，要么亲我，你选吧。我那我选唱歌。来来来来，媳妇儿，你呀终于给我回机会让我唱歌呀！哎呀，媳妇儿，这给我练半辈子了，老好听了啊、哦！你看老老炫你这么唱的，爱上你这样的女人。每天每夜为你伤身，哪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我会爱你到永远。真的？不可能。哎哎哎，姑娘，出去吧你。乐极生悲。媳妇，你把门给我开开吧。不开。开门。不开。开门。不开。你不开开门，我就在这儿敲。你不开开门，我就使劲的敲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开门，媳妇儿。告诉你啊，你再怎么敲，我不给你开。你
偷偷开，你不开那我试试，我敲邻居家门看能开个不、哎、站，没走多远呢，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大半夜你敲人家门你咋想的啊？你给我进来。进去，你让我出来就让我出来，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，我还不进去了呢。啊，我告诉你啊、哦，我就喊仨数你就必须给我进来。你别讲这事，一不是二一，我进来。好，都没用喊到四，整不了你了。我的妈，行了别闹了，赶紧睡觉去。这我可睡不着了。你咋越折腾越精神呢？媳妇儿，我要给你送个礼物。哎呦，能给我啥礼物？媳妇儿看啥呀？这老好，看看，这么拿花瓶，这么拿宝莲灯，这么的葫芦娃，好玩吗？这就老好了。不好啊，媳妇儿不好，它还能变。看，妈呀，到海边了。我带着老苏家屯子带这玩意儿，我是不是有病？不是，你可以带他上海边子。你给我上一边子去吧，还上海边子？你就带我去过街边子。哎，媳妇儿，其实咱俩在一起还挺幸福的，对吧？这一年你跟我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从来你也没有过怨言。老公今天发誓，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在我心里就成功了。今天我当你面，我说出来。别说了，媳妇儿，你就让我说吧。你不用说、啊，你就让我说吧。那你说吧。过够了。熊凯，不是，这你啥意思啊？啊，你是不是不想好了你？你给我出去！啊，出去！诺。哎，这多好，再也别回来了。哎，这回我算净身出户了。哎呀，赶紧啊，这媳妇儿啊，其实呢今天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，我呢在外边安了个家，离这个城市不远，3000多公里，没啥事呢你就过来哈、啊，应个门。熊凯，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我认识你就算我瞎了眼，你给我滚，我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不是别呀，这好聚好散呢，我还想再搂你一眼呢。哎呀，你那是不敢见我了吧？我不敢见你，我见就见。那你把门给我开开呀。我开了能咋的？当当当当当，这啥呀？这啥你看是啥？不动产权证书，这啥呀？俗称房本。你真行啊你，你真有家了。不光有家，还有女主人呢。这不要脸！你看看女主人是谁？我看看，我弄死他！我死我是谁？我。媳妇儿，这咋回事呢？媳妇儿，哎哎，别跑了，你给我跑醒酒了。哎不是，哎，咋回事啊？咋回事啊？啊！我们公司明年要南迁了，我就在那边买了套房子，因为时间太紧，没来得及和你说。你骗人！你刚才还说跟我过够了呢。我是说这种漂泊的生活，我过够了。三亚，多贵呀、啊！边上，啊，三亚是苏家屯区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吧？行行，但是房子不大，35平，够了。400落地，没有装修，不用装修，不用。水电都特别贵，不用水电，咱点蜡。顶楼，爬，硬爬。老公，咱是不用总搬家了，对吧？不用了，咱不用再交房租了，对吗？不用。我能在墙上钉钉了，对吧？能。你干啥？你别动！干啥呀？干啥呀？
回来怎么这么气我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？原来你早有预谋。不是你啥玩意早有预谋不预谋的，你干什么玩意老给我关门外呀你？这外边多冷，你知不知道？来来来来，你出来来，你出来来，你看这外边有多冷，多冷！你还完事啪把门关上，你还。媳妇儿，你带钥匙了吗？没有啊。那咋整啊？咱俩买机票去。去哪儿啊？去三亚苏家屯。我的妈呀！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麻辣小夫妻组合，欢迎二位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麻辣小夫妻组合，我叫徐宏凯，我叫王思梦。欢迎，大家好。三位评审老师对他们也并不陌生，哎呀，觉得刚才怎么样？刚才太不陌生了，简直是太喜欢了。我觉得不仅仅他们是麻辣小夫妻，我觉得还是幸福的小夫妻，可爱的小夫妻，有打有闹的小夫妻，真的还是这个无终止的喜欢你们啊！我其实想用一下，就是你们那个道具，我特别喜欢。哪个道具？能变的那个帽子在吗？借我一下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啊，天也挺凉的。你看我和翰林老师都有头发，你知道吗？明白了。哎，哎，是这样，人家去的是海边子，潘老师要带完这个，估计就是河袍子。我们看过的蘑菇啊，是不是五彩的？哎，今天看到了什么是五彩的蘑菇，而且是猴头菇。不是，我带整个是耍鞭子了，不是飞鞭子了。这但真巧，你不信，你只要一回头，掌声就爆棚。我跟你说，对吗？特别可爱，特别他慢慢悠悠起来的时候，是吗？有点像一个大宝宝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这几种戴法啊？刚刚是三种吧，我记得。四种。您自己变化一下，您看，您能变出几种？嗯哈。哎，这个才像葫芦娃呢。葫芦娃，葫芦娃哈。这个还有一种是吧？啊，还有到海边的。啊，礼貌。哎，不能再往下了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这个是吧？这个就不是葫芦娃，这就是个葫芦。这把娃没了是吧？变成葫芦。我觉得这个再次感谢麻辣小夫妻带着这么优秀的作品来到《组团上春晚》第五季，恭喜你们！我这50分送给你们。我觉得长江的这个葫芦娃已经表现得很到位了，但是和台上的演员相比，我觉得这个葫芦还不够亮啊。台上的宏凯进步很大，思梦要比你更好。这一点我觉得你应该向思梦学习。好，二位表演到位，谢谢广播，谢谢广播，谢谢海林老师。我还真有一个想问他们的，麻辣小夫妻可是上一季第四季组团上春晚的第二名啊，亚军。那要宏凯啊，思梦，咱这去年第二，今年要是第一轮入围赛就被淘汰下去了，你是什么心情？会有这个准备吗？我们来是重在参与，因为我感觉就是从第二季开始我们就一直都在，因为我家就是咱沈阳人，所以说我要把我最好的作品留在组团这个舞台上，只要大家喜欢我们，我年年来。我俩呢今年是第四年来到这个舞台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如果喜欢我们俩的话，大家给一票，谢谢。我们做组团上春晚的宗旨就是为我们辽视春晚选作品选演员，徐宏凯和王思梦表演这个作品叫《酒后闹剧》，我觉得是我看见他俩所有的作品最好的一个。不单作品好，剧本有头有尾有情怀，这50分不给是不行的。谢谢潘老师，谢谢潘老师。接下来现场的十位媒体评审老师，到你们为他们打分的时间了，请举牌。恭喜爆灯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真心替你们开心，谢谢我姐，谢谢。接下来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，就是你们来反选导师，到你们抉择的时候了。咱俩别的了啊，咱俩别老制造这紧张的气氛行不行？要不这样，咱们可以先听一下导师他们想对你们说什么。
去年在我这个战队你们是亚军，今年如果来到这儿就是冠军。今年新晋评委于洋往这一带啊，已经在辽宁广播电台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了，你想想是不是啊？这话好像都说七遍了。不是说七遍，我得告诉他们，提醒他们呢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会擦出更好更新的火花。我觉得你选择哪个战队都无所谓，我虽然个不太高，但是我能量很大。麻辣小夫妻，你们的选择是？我们俩的选择是潘长江老师。恭喜潘老师，有请潘长江老师到台上来为麻辣小夫妻颁发战队牌。加入我的战队，我就为你们负点责任啊！咱们拿出好作品送给所有喜欢快乐的人。欢乐巨人，一鸣惊人，加油吧加油吧加油吧。本节目由大国品牌鸿星尔克独家冠名播出，鸿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。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快乐兄弟组合带来他们的表演。竞演开始。哎，千惠。哎，刘大爷，我正好找你去呢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我单位有紧急任务，我一会儿就得走。我这不是给我爸多准备点吃的吗？哎呦，两口子都是警察，真不容易啊。你们家情况不也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身体好啊，你爸不是病了，脑子糊涂了吗？哎，别着急啊，孩子，我就去伺候你爹，就咱俩家这关系，你爹就是我爹。啊，差辈儿了，我比你爹还大三岁呢。谢谢啊，刘大爷。没事，我闺女啊给我请了个护工，我俩一块儿伺候你爹去。我也给我爹找了个护工，一会儿就到。人手够了呀，行了，快忙去吧，我火上给你爹炖的汤，一会儿我给送过去啊。谢谢啊，刘大爷。忙去吧。哎，真不容易。哎呦，我汤，哎呀，大家好啊，我姓赵，叫赵德柱。专为老人来服务，护理工作我最棒，儿女都忙我顶上。哎呀，这不是潘大爷吗？需要护理给我说啊。哎，开玩笑。大姐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这不提前点吗？那行，这钥匙啊你先拿着，我去买点东西，你进屋先歇着啊。大姐，你这话说的，干我们这行不能歇，进门就得伺候爹。大姐，你把你爹的情况给我说一下吧。行，那咱们抓紧说啊。你说。我爹叫王德顺。王德顺，我记下来啊。你不用记，你叫他王大爷就行。哦，王大爷啊。哎，我爸岁数大了，身体不好，前一段时间生了场大病，脑子糊涂了。哦，脑子糊涂是吧？哦，大姐你别担心啊，我伺候糊涂的老人最有经验了。我们的口号就是周六周日不歇，什么病号都接，服务周到体贴，你爹就是我爹。那行，我先走了。走吧爹。不是，走吧大姐。大姐，你家住哪个门啊？左边。哦，左边是吧？热情洋溢的工作就要开始了。左边，这边。哎呀，这老头也太糊涂了，门都没关。哎呀，家里收拾还挺干净哈。哎呦，这汤啊，差一点就坏了。放下。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吗？还玩汤？汤能怎么办啊？玩这个。我玩这干什么？你谁呀你啊？大爷，你别害怕啊，你闺女是不是给你找了个护工啊？我就是护工。我们的口号就是周六周日不歇，什么病号都接，服务周到体贴，你爹就是我爹爹。哎，小伙子，差辈儿了，我爹要是你爹的话，你得管我叫大哥呀。这大爷糊涂也太厉害了。小伙子，你这怎么还拿个密码箱啊？大爷你有所不知啊，我是高级护工，简称高工，我姓赵，你就叫我赵高工。好，赵公公。高工，赵高，赵高高，哎，这里边都什么东西啊？这里头，哎，大爷，这里边全都是伺候你用的，啊，我给你展示一下啊，看，
血压仪，看温度计，看痒痒挠，还有最重要的尿不湿，来把裤子脱了。我脱裤子干嘛呀？万一一会儿你没忍住，你遭罪，我也不跟着受累嘛。来，我给你垫上。我不垫。垫上。我不垫。垫上，大爷。不垫。羞涩型，像你这样的老头我见多了。像你这样的护工，我倒第一次见。你垫上。不垫。垫上。我不垫。垫上。垫。不垫。不垫。不垫。哎呀，老头糊涂。谁告诉你我糊涂了？大爷，你不糊涂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这是什么？一呀。这不手指头吗？大爷，没注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手指头。这不天花板吗？大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手指头一天花板，这抠墙、挠痒痒、刮鼻子、打招呼，啥呀？一只海马呀！哎，坏了，我咋举一反三都不会了呢？哎，说得好，大爷，举一反三啊！这是什么？五只海马？不对，啥呀？这是水母啊！大爷，这是什么？两只水母？不对，十只海马？不对，啥呀？我掉海里了！我脑袋我真糊涂了！别着急啊，你先坐，王大爷啊！等会儿，你叫我什么？王大爷呀！我怎么能姓王呢？你怎么不姓王呢？我姓刘啊。哎呀，这老头糊涂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哎，谁不知道了呀？我姓刘，我一直姓刘，不光我姓刘，我爸爸也姓刘。那你家谁姓王啊？我爷爷姓王。你爷爷才姓王呢。你姓什么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？你知道。你不糊涂，你糊不糊涂？糊涂。你姓什么？姓王。哦耶，又治好一个。我得打个电话。大爷，你打电话干什么呀？问问我闺女给我找个什么玩意儿啊。大爷，这电话不能随便玩，你放下，容易烫着，你知道吗？这电话还能烫着？你不知道啊，就在前面那个小区也有一个老头，情况和你一样一样的，也是我护理的。有一天他闺女正在那儿熨衣服呢，忽然间电话铃响了，老头拿起熨斗来就接，刺啦，把耳朵烫了，他以为带线的都是电话呢。你说他傻呀？你以为你奸呢？我不傻，我不傻，我不傻，你不傻，你不傻，你不傻啊！大爷，你先坐下。啊，我很有耐心啊，我给你制定了一套计划，你看合理不合理？晚上六点准时开饭，吃完饭以后看电视，主要以动画片为主。晚上九点准时睡觉，十一点第一次叫醒解手，哗，好，可以睡了。一点第二次叫醒解手，哗，好，可以睡了。三点第三次叫醒解手，没了，哗，好，可以睡了。六点第四次叫醒解手，真没了，滴答滴答滴答，什么动静啊？闹表响了，可以吃早饭了。大爷，你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？好，真好。那是，我是一宿没睡呀、啊、我不也跟你一宿没睡吗？行，小伙子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你先让我把汤给人送过去、大爷、你放下，你这个情况来给人送汤，你就只配喝汤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汤不错啊，这就是你的晚餐了。我呢来喂你啊，乖，张嘴。不是。闭嘴。张嘴。不行。闭嘴。张嘴。闭嘴。我到底是张嘴是闭嘴呀、啊？大爷，我告诉你，喝汤的时候啊，不能说话，它容易呛着。这汤的不是给我喝的啊，给我喝的，给我喝的，行了吧？哎呀，都说老小孩，老小孩，今天让我给碰上了。这样，我喝一口，你喝一口啊，我喝一口啊。这汤真好喝，到你了。不是呀，不是我不。我喝两口，你喝一口。到你喝了。不是这个汤啊，我喝三口你喝一口。别夸着了，没了。哎呀，
这汤他不是给我喝的，我给对门老王送过去，他病了脑袋糊涂，我答应他闺女给他炖的汤。对门老王啊，叫啥呀？王德顺啊。那你姓啥呀？姓刘啊。叫啥呀？刘德华呀。哎呀，岔皮了，大爷，你说你姓刘，我进门以后你怎么告诉我你姓王呢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姓王了？你逼着让我姓王的。大爷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是隔壁王大爷家请的护工。哎呀，老头自己在家待半天了，我陪你玩上了，我得赶紧看他去了。我说毛手毛脚，来，这样，我送你去啊，哎，你可千万别走错了。哎，你要走潘大爷家呢，非得教你唱过河。哎呀，哎呦，谢谢大爷啊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哎呀。什么玩意儿啊，折腾我晚上哗哗哗，我一宿我都干嘛了，这个气死我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哎，大爷，这老头病得太严重了，他闺女给我这点钱让我替他尽孝啊，这是不行，这活我接不了，我得走了。你给我站上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不是什么周六不歇服务，就你爹就是我爹吗？不是，大爷，你这样的爹我能伺候着了，他这样的爹我玩不转啊，大爷，不行，我得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老弟，老弟，你不能走，你现在走了，我上哪儿找人去啊？大姐，你淡定啊，你给的钱太少，你爹我伺候不了。那你说，我给你加多少钱才行？加什么钱？加什么钱？千惠。回去，大爷，回去！你给我站这儿，折腾死我了你啊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周六周日不歇，什么病人都接，服务周到体贴，你爹就是我爹，我看钱才是你爹呀！我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，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，能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吗？他闺女好，他自己怎么不照顾他爹呀？我护工再好能比得上他亲闺女吗？他要是有时间用得着你呀，他爱人要是有时间用得着你呀，这不说明白了吗？他们两个人不在家干什么去了？不也去挣钱去了吗？大爷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这种人就是不孝顺。我走了，再见。老弟，老弟，你别走。老弟，咱家现在就这些现金了，你先拿着，要是不够等我回来再给你。大姐，我跟你说了，不是钱的事儿。大姐，你是警察啊？两口子都是警察，爱人是刑警，工作经常在外地，他有紧急任务，马上就得走。本来我是想等我爱人回来我再出发的，可我没想到这任务提前了，所以老弟，姐求求你了，帮帮忙吧。求他干什么？姐慧啊，咱不求他啊，我去伺候你爹，咱让他走，你走走走，有我你就放心吧啊。干什么玩意儿，老爷子？你怎么还抢活呢？抢活是不是？你还伺候人家，你连水母和海马你都没分清楚。大姐，什么话也别说了，这活我接了。太好了，那老弟，你说我给你多少钱？要什么钱呢？大姐啊，跟你说实话吧，看到这是警服我就踏实，看到这是警服我就有安全感。别再跟我提钱了，你去执行任务提钱了吗？你们打击犯罪提钱了吗？你们守护老百姓的安危提钱了吗？有警察在，老百姓家里没困难；有老百姓在，警察家里也不会有困难。你们为祖国尽忠，我替警察尽孝。谢谢你，老弟。说的太好了，赵公公。他还赵公公呢？赵高公。赵高公。我们的口号就是：周六周日不歇，什么病号都接，服务周到体贴。你爹就是我爹。走，看爹去。掌声有请快乐兄弟组合，来，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
大家好，我是快乐兄弟腾飞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邵仙慧。大家好，我是快乐兄弟赵斌。其实都是我们组团上春晚的老朋友了，是吧？三位评审老师有什么评价？再次欢迎你们回到组团上春晚，回到这个快乐的大家庭当中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也再次感谢你们能够带来这样一个题材。我觉得在我们组团上春晚第五季的舞台上，题材是越来越多。这个腾飞演的也真的是，出彩到一定境界了，哈哈。这个恭喜你们，我这50分先给你们哈，感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易烊。赵斌还有腾飞还有千惠，都是一是组团的老朋友，二他们几个都是活跃在当下所有喜剧舞台的青年喜剧演员，无论是剧情的一个结构啊，故事发展的一个走向，几个演员演的也是可圈可点，所以说我这50分也给你们。谢谢，谢谢潘老师。这个亮灯一定要亮。谢谢韩林老师，因为你们确实表演到位，从演员的表演角度来讲，我个人认为达到了一定的境界，每一个角色都完成得非常出色。要说提一点建议的话，腾飞后边那句话可以不喊，这个人穿上警服一出来，你那句话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说出来，大家就已经被触动了。作品很好，接地气，你们在舞台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，是告诉大家爱可以化解一切，希望你们走得更远，特别希望和你们合作，能够站在一起表演一个节目。谢谢，谢谢韩林老师，谢谢三位导师。三位导师现在已经全部为你们亮灯，这意味着如果10家媒体评审都为你们举牌，你们将会成为另外一支在组团上春晚上爆灯的组合。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他们会不会爆灯呢？决定权在10家媒体评审团的手中。请举牌。没关系，最后咱们还要看一下各位特约评审你们的选择。如果喜欢刚刚他们的作品，请为他们举起笑脸。第一排请举牌。谢谢。第二排请举牌。谢谢。第三排请举牌。第四排请举牌。恭喜，405分。好，再一次谢谢快乐兄弟组合，期待他们更优秀的作品带给我们，谢谢。今天所有的竞演团队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继续组团上春晚，一起喊起我们的口号：百姓筑梦，笑傲春晚，亮亮亮！下周见。